大家好，这里是北方网在线视频教程系列之 C 加加语言超基础精讲。今天我们进入第八讲类和对象的讲解。首先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讲的这个主要内容。一，我们要讲解类和对象啊。二，我们要讲解类对象啊。第三，我们要讲解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啊。第四，我们要讲解类的初始化。第五，我们要讲解复杂的这个对象的这个表示。第六，我们要讲解堆与拷贝构造函数啊。第七，我们要讲解 this 指针啊。第八，我们要讲解引用啊，当然是对象的引用啊。第九，我们要讲这个长类型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类呢，它构成了实现 C 加加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础啊。实际上我们从这一讲开始啊，就进入一些比较高级的 C 加加的话题了，因为之前的那些呢。可以说是跟啊我们传统的这个 C 语言啊还是比较类似的啊那些语言内容啊。那么前面的那些内容呢，大家学完啊整明白了以后呢，基本上可以写一些程序了啊，没有任何影响的。就是说从我们第八讲之前啊，也就是说我们第七讲啊，第一讲到第七讲这些内容啊，已经足够大家写一些小程序了啊，甚至你如果呢把握的好的话啊，写一些较大规模的程序啊，用第一讲到第七讲的知识啊，也就基本上足够了。但是啊，我们说在面向对象啊设计这种方式下呢，我们说用前面的内容可能呢还有一些欠缺啊，或者说设计起来啊比较麻烦。那么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面向对象设计这个地方要注意我说的这句话啊，最好是把它记下来。面向对象设计它是一种设计方法，不一定需要语言啊，或者说不一定需要像我们的非要像 C 加加语言这样啊带有类这样的设计我们才能进行这个面向对象设计，而是什么面向对象设计它是一种方法啊。其实我们第一讲到第七讲的内容，如果说啊大家掌握了的话，你下来也可以用那些内容里面的知识来进行面向对象程序的设计啊。只是说我们 C 加加里面加了类以后，我们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就相对比较方便和直观还有简单一些，也就是说它的可读性啊，要比我们直接用纯 C 啊那种方式来进行面向对象设计要怎么样？哎，高得多得多。可读性高就意味着什么？哎，可靠性好，稳定性好，是不是啊？那么在 C 加加语言啊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的就是什么？就是类啊。注意，什么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啊？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就是指把数据和操作这些数据的函数组合在一起啊，封装成基本单元啊，就称为什么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啊。这也是啊它的比较正式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什么，我们把一组数据和操作这一组数据的函数怎么样封装在一起，这种思想啊就叫做面向对象，或者说这种设计方法就称为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的方法。其实它没有什么从这个概念本身我们看出来啊，它没有太新奇的地方。那么之前我们第一讲到第七讲中间啊，我们可不可以做到这种设计呢？我们说是可以的。第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用什么来表示？哎，就是说你最复杂的数据我可以用结构体联合体来套，是不是啊？我可不可以做出来？是可以的啊。你哪怕描述你现实世界中的这些数据啊，比方说一个人的这些信息，你用结构啊，我相信大家现在都能把它描述出来，是不是啊？哎，然后呢你要描述一张车的这个信息，你要描述一栋楼的信息，你可以描述一间房间的信息，是不是啊？你都可以用一个结构体把它的这个信息描述出来，描述的很清楚，是不是啊？然后接下来你说操作这一个数据的这些函数能不能定义出来？哎，我们说是可以定义出来的。比如说
啊，对一个结构体进行什么啊，它的这个结构体变量进行一个初始化的这样的方法啊，这是肯定要有的，对吧？然后呢，设置比如说人员信息的这个姓名的这样的函数啊，设置这个人员的什么，哎，这个出生年月的这个函数，然后设置这个人员信息的什么，它的性别的这样的函数，等等等等啊，一系列的这样的方法，你都可以怎么样封装出来。那么封装出来以后，你说，我们怎么样把数据和这些函数结合在一起呢？哎，我们可以用函数的指针啊，把它放在什么？放在同一个结构体里面，可不可以啊？哎，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什么函数的指针，函数的指针就是什么？指向函数那段代码开始地址的什么？哎，这样的一个地址值，是吧？那么实际上就代表这个函数本身啊。那么我们可以用函数指针来调用函数，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函数指针本身是一个什么？哎，它是一个变量。那么这个变量我们可不可以放在结构体里面？哎，实际上是可以的啊。这个当然这一块啊，具体怎么放这个内容我们没有去讲，但是大家下来以后呢，可以看书啊，看我们的那个教材里面啊。我们课程里面推荐的那几本教材啊，你可以看这个 C 加加语言宝典啊，或者说标准 C 加加宝典啊，那个书里面啊就有这个怎么样啊把函数指针放在结构体里面的这样的方法。那么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结构体里面，我们就发现什么？哎，数据和操作它的方法都被我们怎么样封装成一个基本单元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我们这样的设计就叫做面向对象设计啊？啊，你符合定义，符合这个概念啊，我们就说它就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只是说什么，哎，这种方法呢可能怎么样，哎，比较复杂一点啊，或者说比较难以理解一点啊。那么但是这个例子只是告诉大家，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只是一个什么程序设计的方法，它跟我们的语言实际上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啊。一门语言声称它能支持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啊，能支持这个设计方法，只是说它有相应的什么，更快捷的这种语法要素在里面。但是其实我们用传统的任何一门语言都可以进行什么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也可以进行什么面向过程的程序设计，也可以进行什么面向数据的程序设计。这三种设计方法其实没有哪一种是很优秀的这种说法啊，没有哪一种是最好的这种说法，只是说什么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它是最适合的，或者说它是最合适的。那这种设计方法，我因此呢，我们说这个啊就是跟我们传统的啊甚至于现在流行的观点啊不一样的地方，但这是最正确的认识，就是什么没有哪一种设计方法是最优秀的。所以说大家把这个记住了啊。因此呢，我们说你只要在你的问题，你要，因为我们写计算机程序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哎，用计算机来解决问题，或者说是什么达到我们的目的。那么解决问题或者达到我们的目的，它肯定是有什么有一定的问题的领域或者是范围的。比如说你这是解决什么学生管理啊，或者学生档案管理的，或者是学生成绩管理的，或者是学校的什么哎，老师信息的这个管理的啊，或者是你是管理这个学校的，比方说啊宿舍的，对不对？你肯定是有一定的问题的领域的。那么在这个领域内啊，你就要分析什么这个问题的特征，然后选择最合适的程序设计方法。只是说我们现在常见的这些领域里面，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这种方法比较合适。所以呢，而且呢，我们说现在啊，我们计算机处理的这些信息里面啊，大多数问题领域这种特点是比较强烈的啊。所以说这个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现在它流行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我们更多的是用计算机来解决我们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啊。比方说你解决一个，甚至于解决一个企业的啊职工管理，是不是啊？甚至于解决一个企业的什么生产管理啊，从它的什么计划啊，到它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采购啊，然后到它的什么啊生产计划的安排，人员的调度，然后到它的什么产品，这个产品生产出来以后，你是这个到仓库，对吧？然后到仓库以后再开始干什么？哎，产品的这个调拨，是不是啊？你哪个经销商
啊，他要多少多少啊，那个经销商又要多少多少，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哎，都是这一类的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商务啊，或者说商业啊应用领域。所以说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啊，我们说对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呢，它在这个商务应用这样的领域里面啊，它具有什么先天的优势。因为什么？这个领域里面它确实是什么，哎，比我们其他两种方式要适合的多得多。但是啊，在一些啊其他的领域，比如说那我们数值计算啊，或者说数值分析这样的领域里面啊，可能有些时候呢面向数据的设计啊要比这种方法要好得多得多啊，甚至于比方说我们将来啊比较流行的这样的领域，还有什么并行计算的领域啊。并行计算的领域呢，实际上我们说现在的这种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这种方法呢可能不太合适了。为什么？哎，用面向对象的方法你来设计并行程序的时候，我们发现啊会有一些问题啊，会有一些问题。因为什么呢？问题的领域变了，所以你强生搬硬套的把那个东西拿到一个不适合它的领域，那肯定怎么样？哎，会有带来额外的复杂性，是不是啊？哎，就好像我们说拧螺丝啊，本身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十字起啊，或者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平口起啊，这样的这个起子啊，拧螺丝是最合适的。但是这个时候你非要拿一个手钳子啊，你说你来拧螺丝，我们说这个时候是什么？哎，它适用的范围不对了，所以你会把问题怎么样，反倒给搞复杂啊。因此呢，这个地方呢，大家对这个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啊，不要盲目的迷信化，不要盲目的干什么，把它泛化啊。这个是我比较反对的一种学习方法。因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资料啊，尤其是受这个 Java 程序员的影响啊，很多人解决问题的时候一上来就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啊，你这个领域对不对啊，甚至于到了一些不适合他的领域也在滥用这个设计方法，结果导致什么？哎，你那个一个是设计过于复杂，一个是什么，你程序实现起来过于复杂啊，再一个是什么，你这个程序因为你复杂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可读性可写性啊，这些性都怎么样，性能都下降了，那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你的程序不可靠不稳定啊，你生产出来有可能就是什么垃圾软件，是不是？哎，因此呢，只有怎么样找到合适的方法。那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啊，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们说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才是厉害的人，是不是？哎，而另外一部分人是干什么？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那么这一部分人是什么？哎，我们说这一部分人就是普通人，任何人都可以干这种事情。你说你把一件就很简单的事情你干得很复杂啊，我们相信任何人都会，是不是啊？这些人我们认为是什么，就是普通人平凡的人啊，而那些厉害的人就是什么，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所以说我们说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如果你用对了就能把什么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如果你用错了就是什么，哎，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如果说你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说你已经不是普通人了啊，你就变成什么最笨的那一类人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这个东西实际上啊，这个就是在一念之间呀，是不是啊？哎，我们说如果你用好了结果是好的，如果你用错了结果是什么不好的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不要盲目迷信化。下来以后呢，关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一些知识啊要学习，然后呢还要学习什么面向过程程序设计的知识，然后还要学习什么面向数据的程序设计的这样的方法都要学习啊。那么我们 C 加加语言就有什么好处呢？面向过程程序设计，哎，它可以支持面向数据程序设计，它也支持，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它也支持。所以说这是我们学 C 加加语言的什么，哎，这个一个原因之一。因为什么？这三种设计它都支持，哎，那这就意味着什么？我们所有领域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拿 C 加加来解决，是不是啊？
哎，这就意味着这么一个结论。但是要注意啊，现在有一些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语言，如果说是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语言，你就不能用在什么，哎，不能用在面向过程或者是面向数据这样的设计里面去，你用进去就是什么，哎，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就多啰嗦一下啊，关于这个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因为现在这个观念比较热火啊，而且呢由于这个我们说很多这个 Java 程序员啊，因为 Java 语言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所以说啊它不适合用来做什么面向过程或者是面向数据这样的设计，因此它的应用领域适用范围是有限的，极其有限的啊。所以说你不要受那些程序员的什么影响，因为他们用来用去就这一种方法，当然他觉得好用啊，是不是？但是我们 C 加加程序员不要受这些思想的左右啊，不要偏激的去看问题，而应该怎么样，全面的去认识问题，认识问题的什么本质。比如说我们将来的这个我们还有系列课程啊，还会给大家讲什么并行计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面向什么，面向数据的程序设计，而不是再是面向对象了，甚至于有些时候我们是面纯粹就是面向什么，面向过程啊。这个时候并行啊程序设计里面我鼓励的方法是什么，面向数据的设计，就是什么，你把数据设计好了，操作它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啊，你数据设计不好啊，你就没办法使这个程序并行起来啊，这个时候根本不需要你什么面向对象啊，面向过程这些东西不需要啊。当然这个我们在并行计算的那个课程里面啊，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方法啊，其他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也是告诉大家什么，开拓自己的眼界啊，不要有局限性，学东西一定不要有局限性，因为什么，甚至于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这样的见解啊，你不要一上来啊、哦、C 加加语言是个面向对象的这样的一个语言啊，那么你就记住了啊，有一个面向对象啊，然后呢你用 C 加加不用 class 你都觉得你这程序写的不太对啊，我们说你那是什么，哎，那就是学的走火入魔了，是不是？哎，我们说你用 C 加加不一定非要什么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也不一定非要什么面向过程的程序设计，也不一定是什么非要面向数据的程序的这样设计。你之所以选这三种设计方法之一，或者是三种都用啊，或者是用其中两种，那么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哎，我们说你解决的问题的领域，是吧？我们说你要解决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类似于商业啊，或者是工业，或者是这种管理信息系统这样的领域的时候，你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是什么？哎，相当合适的。哎，但是你说你要用在这个并行这个计算里面啊，这个时候你用这个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我说你就是什么神经病啊，你就学的已经是什么走火入魔了啊。所以说接下来啊，我们就来继续看啊，我们说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什么是对象，什么是类。对象啊，注意是类的实例啊，实际上我们把它理解为是什么，类的变量就是对象，明白了吧？哎，类的变量就是对象。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会反应过来，类是本质是什么？哎，类本质就是一个类型，它跟我们的结构体，跟我们的联合体，跟我们的啊这个枚举类型，跟我们的 int float 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它是什么？哎，它就是一个数据类型，只是说啊它中间集成了什么东西啊，哎，类中间它集成了什么，它需要操作的数据和操作这些数据的方法，它都集成在类里面啊，构成了一个什么复杂的数据类型。因为我们之前说的那些数据类型里面，我们说核心的是在什么上面，哎，核心的是在数据上面，对吧？你比方说你定义一个结构体，我们更多的是比方说你定义一个人员信息的这样的结构体，或者定义比方说一个学生的信息的这样的结构体，或者定义一个工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结构体的时候，你实际上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它的数据项啊。我们把数据表示清楚了，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结构也就定义完成了，是不是？但是到了我们的类的时候呢，哎，你光把数据定义清楚了还不行，你要定义在这些数据之上的什么操作啊。那么这个最后就说了啊，我们说类定义了属于该类所有对象的一个什么共同特性
啊，那么注意这个特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数据特征。你比方说我要定义一个类来表示一个学生，可不可以？我们说可以的。那么你就要先从两方面入手。第一方面是什么？哎，这个学生的信息他要需要哪些数据，你要怎么样表示清楚。第二个啊，你说这个他的什么操作这个学生信息的什么这些函数啊，也就是说大家就记住了，那所谓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无非就是什么，把数据和函数封装到一块啊，先这么简单的去理解啊，不要看那些书上说的那些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什么啊这个设计模式了，那个范式了啊，先不要去考虑那些东西啊，你先就把这个东西，把本质的东西怎么样先记死啊，然后下来再来看啊怎么运用它，是不是？就像什么我们学一样武器一样啊，现在我们把类当做一个武器，那么你学武器的根本是干什么？哎，你的目的是比方说武器你是用来什么防身啊，或者是用来杀敌人的，对不对？哎，那么这个时候你比方说你在战场上，那么你的主要问题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哎，要有效的消灭敌人，然后还要怎么样，哎，有效的保护自己吧，是不是？那么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掌握的是什么武器的基本特征，就是什么这个武器是用来消灭敌人的，这个东西你要搞清楚，是不是？那么到我们的类也是一样的，你把本质搞清楚，就是什么你是把数据和函数封装在了一起这么一个东西，是吧？我的目的是干什么？哎，解决问题嘛，是不是？用计算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啊，类和对象。从一般意义上讲，我们说对象啊，这个地方叫 object 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物件啊，是现实世界中的这个客观事物啊。类是把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划分为什么一类，从而得出什么抽象的概念啊。类是一组性质相同的对象的什么程序描述，它由概括了一组对象共同性质的数据和函数组成啊，这一句话一定要把它记住。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来具体的来理解它呢？啊，我们先来往后看啊，先把这一页看完啊，然后我们从一个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让大家怎么样很形象的去理解这个东西。首先我们来看啊，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中最基本的概念是什么？是对象。一般意义上的对象指的是一个什么实体的实例啊，那么在这个实体中包括了特定的数据和对这些数据进行操作的什么函数。那么对象的核心概念就是通常所说的什么封装性啊、继承性和这个多态性啊，这是什么？哎，这是它的这个实际上应该说是它概念的核心的外延。那、啊、也就是说我们和它实际上概念的核心是什么？是数据和函数的怎么样？哎，一个结合体啊，或者说数据和函数封装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啊，叫做什么对象，或者是叫做类啊。这是一从代码的角度讲，就无非就是你把数据和函数放在一起了啊，这么一个实体，这么一段代码啊。那么它的概念的外延是什么呢？是封装性、继承性和多态性，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讲啊，大家现在先不要去理解这些不要想啊这些抽象的东西。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对象为什么是现实世界中的客观事物啊。比如说我们定义了一个对象来表示什么呢？哎，表示比方说一头牛啊，一匹马，然后呢哎还表示一只熊猫啊，再表示一条狗啊。那么这些时候呢，我们说啊这个对象是什么？哎，是具体的客观事物。我们可以描述这匹马的什么，哎，它的这个比方说它的这个家族的来历啊，比方说这个马的产地，是吧？哎，它是不是纯种的啊？然后呢它的这个马的啊，我们还可以给它起一个什么，它有名字啊，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两种马，我们都习惯给它起个名字，是吧？这个马有它的名字，这个马还有什么，也有它的出生年月，哎，然后这个马也有它的年龄，是不是？然后有一些详细的记录里面还有什么关于这个马种的记录啊，这可能是一匹欧洲的什么什么马，是吧？这可能是一匹亚洲的什么什么马，是不是？哎，那么等等等等，这些信息就构成了什么？哎，在计算机里面的客观事物的一个什么？哎，一个具体的一个实例。那么它的类是什么呢？哎，怎么得出它的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呢？哎，实际上是通过什么方法？哎，我们说这些东西，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哎，都是动物，对不对？我们可以抽象出一个概念叫做动物，我们可以定义一个类，这个类就叫做什么？动物，可不可以？
哎，那么描述一个动物的数据是什么？哎，我们可以给这个动物起个名字，我们可以给这个动物它所属的什么？哎，门纲目科属种啊，这个生物的这个分类是吧？门纲目科属种给它定义一个信息，是不是？然后它的啊具体的这个出生的年月啊，具体的这个甚至于还可以附上一个什么它的照片啊，然后再附上一个什么？哎，它的这个出生地，是不是？然后再附上一个它现在所在地，是不是？等等等等这些信息就可以抽象成什么动物这个类。啊，甚至于你还可以有它的什么生活习性的描述啊，甚至于还有它的什么，哎，这个比方说它的食性的这个描述，就是说它是植食性的动物啊，它只吃植物啊，还是这个肉食类的动物啊，还是说它是杂食类的动物啊，肉也吃，菜也吃，是吧？哎，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什么，我们就把它抽象出一个什么动物类，然后用这个类的一个实体来描述，比方说你描述一匹马，可不可以？啊，我们说可以的，描述一头牛可不可以？是可以的。那么具体的用这个类这个类型定义出来的变量，就是可以用来表示什么？哎，用来表示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那么再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类是一种用户自定义的数据类型啊，这个地方又揭示了它的什么本质啊？我们之前揭示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内涵的本质。那么这个地方是我们在代码里面表现的什么形式？就是说我们在代码里面啊，对应我们的程序里面类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哎，它是一个数据类型，记住了。那么数据类型就可以用来干什么？哎，定义变量，然后呢定义数组，定义指针，然后可以给函数当做什么？哎，定义函数的形式参数。哎，可以怎么样给函数传递这种类型的什么实参，是不是啊？哎，然后呢它还可以作为什么其他的复合结构的什么成员，是不是啊？比如说你这个，因为它是数据类型嘛，数据类型就可以干这些事情啊。我们从前面的学习中啊，大家应该现在应该能够领悟啊这个含义了，因为之前我们没有把这个概念形象化啊，也就是说数据类型能干什么。现在大家跟我怎么样回想一下，我们之前定义的那些数据类型是不是就是可以干这些事情，是不是啊？哎，首先最能干的事情是什么？定义变量嘛，对不对？哎，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用它来定义什么？定义这个类型的数组，然后可以用这个类型来定义什么？哎，定义指针，是不是啊？哎，那么既然你类也是一个数据类型，它肯定能干什么这些事情，所以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啊。那么我们说它的一般定义的格式是如下啊 ，class， 然后一个类名。然后呢里面注意啊，有几个关键字啊 ,private, 啊 ,protect, public, 啊，这个就是什么它的这个重要的啊东西了。首先啊 ,private 冒号啊，注意这个结尾的冒号不能省略啊 ,private 啊冒号后面的东西啊，到直到这个什么 ,protect 之前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私有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啊 ,protect冒号啊，后面跟的是什么呢？是保护的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啊。public 里面它定义的是什么呢？是公有的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各个成员函数的什么实现？实际上我们把它严格的叫做什么定义？你在这个里面是什么？是声明。我们在类里面是函数的什么声明？把声明放在什么类里面，然后我们把定义放在什么类的外面啊，这是一般的写法啊，后面我们还会讲很多特殊的写法。那么我们说其中 class 是定义类的关键字啊，类名是一个标识符，标识符是什么？哎，由什么字母下划线开头啊，然后由字母下划线数字组成的什么哎自定义的单词，就叫做标识符啊。那么怎么取标识符啊，我相信大家都会了。那么这个标识符用来唯一标识一个类，实际上是用来标识什么？哎，唯一的这一个类的什么数据类型，就好像结构体的名称一样，是不是啊？一对大括号内是什么类的说明部分，说明该类的所有成员，类的成员包括什么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两部分。那么类的成员从访问权限上分有以下三类啊，就是说访问权限啊，就是说你能够访问。我们说对这个访问这个概念我们在什么里面有？哎，结构体
是吧？我们结构体和联合体，我们说了访问它的什么成员变量，我们用什么点号啊，减号大于号那个指针运算符。那么实际上类的成员访问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啊要考虑能不能用这个成员啊，你怎么访问这个成员，你还要考虑什么？哎，权限，它给它加上了权限。那么这个权限是什么呢？有公有的、私有的和保护的。那么其中注意啊，如果说啊这几个 private、protect、public 这几个你都没写啊，你就直接写了什么啊，在类的定义里面直接写了数据成员啊，哎，函数成员的这些声明的时候，那么最终默认的是什么？哎 ，private 的权限。那么说明为公有的成员，注意啊，说明为公有的成员可以被程序中任何代码访问，尤其是类外面的代码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点号直接来引用它。那么说明为私有的成员只能被类本身的成员函数以及有源类的成员函数访问，也就是说什么？哎，私有的这个数据成员，你在啊不属于类外面的这些代码，比方说调用类的这些代码里面，你就不能用点号来访问啊它私有的这些数据成员啊。那么其他类的成员函数，包括其派生类的成员函数，都不能访问它们啊。说明为保护的成员啊以及私有的成员是类似的啊。那么保护的成员是什么？除了类本身的成员函数和说明为有源类的成员函数可以访问保护成员以外，我们说这个类的派生类啊，它的成员也可以访问啊。比如说啊，我们像下面这样定义啊，比方说我们 include rostream.h 啊，我们就是要使用这个什么输入输出啊。然后呢 class sample 啊，这个 sample 就是什么，哎，我们这个类的名字，然后大括号里面什么，我们定义了什么 int x 和 y。 那么它前面有没有 public、 private 和 protect？ 哎，没有。所以说注意啊，这个 x 和 y 就默认是什么 private 啊， private 啊，这几个单词要记下来啊。我们好多学这个语言的啊，英语不好你下去自己补啊，这些单词要背下来啊，这是程序里面你写的时候必须要敲出来的东西啊。那么因为它前面啊，我们说 XY 这个定义前面没有什么，哎，没有 private 啊，没有这个 private、 public、 protect 这些说明，所以它默认是 private， 也就是说私有的。那么外面的代码不能访问，但是程序里面的代码可以啊，类里面的代码可以访问。接下来啊，我们用一个 public， 就是指什么，哎， public 下面的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外面都可以访问的。那么我们有一个函数叫做 sample 啊，和这个类的名称是一样的一个函数。然后呢，注意它没有返回值啊。然后呢，我们在它里面啊，让 x 和 y 等于0，可不可以啊？哎，这是可以的，因为什么？它是 private 的 private， 但是 sample 是什么？属于这个 class 的，所以说它能访问这个 x y。那么 sample 啊 ，int a int b 可不可以啊？哎，我们定义这样一个函数啊，它默认没有返回值一样的啊，然后让 x 等于 a， 让 y 等于 b， 可不可以啊？然后呢，我们再定义一个函数叫 void disp， 其实应该是 display 啊，那么只是它简写了。那么这个函数直接怎么样，把定义也写在什么这个 class 里面，这个允不允许？哎，我们说这是允许的。大家要注意啊，我们在前面反复强调过，函数里面不能嵌套什么函数的定义。但是我们有没有说过，这个数据结构里面啊，比方说复合的这个数据类型里面，比方说结构体里面或者是联合体里面，不能写这个函数的定义，我们说过没有？哎，这个我们没有说过啊。那么到了类这个类型的时候，我们看到啊，确实可以这样用。实际上这也就是 C 加加语言的灵活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什么，它没有明确禁止的东西你都可以用啊。比方说我们说明确禁止的是什么，函数体里面不能定义函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事情你就不能干啊，因为你干了就出错了。但是我们没有说啊，复合数据类型里面不能用什么，哎，复合不能有函数定义，这个我们没有说。哎，没说的事情你就可以怎么样，可以干，可以试啊。那么也许它就是合法的，能干，是不是？哎，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考验大家这个啊，实际上有点脑筋急转弯了，是不是？哎，那么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事情没说，哎，你就不要怀疑，你干一下试试啊，结果一干呢，哎，这个事情是允许的，
是不是？哎，所以说 display 呢，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输出 x 和 y 啊，这个也是允许的，因为这个函数是什么？也是属于这个类的。那么我们的主程序是什么？怎么写的呢？主程序这样写 ：simple 啊 ，s 一 s 二啊，一二括号一二啊，那么这个具体的不知道，我们后面会讲啊。然后 s 一点 display 啊 ，s 二点 display。那么这个程序呢，大家下来以后呢，啊，用 Visual Studio 2010啊执行一下，然后看一下效果。啊，我就不再多啰嗦了啊，看你就原模原样的抄过去啊，原模原样的拷贝粘贴过去，然后呢执行看效果啊。现在先不要去理解那么多的东西，你就知道哦，这个东西就是定义了一个类的例子啊，看上去挺复杂，但是实际上也就两大部分，数据和什么函数啊，把这个本质先把握住就行了啊，目的就达到了，这个例子下来自己运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啊，类的成员函数。我们说定义类的这个函数成员的格式如下啊，我们说首先是返回类型，然后是类名加两个冒号啊，这个叫域运算符啊，这个东西叫域运算符，两个冒号叫域运算符啊。那么就说前面是类名啊，然后后面是成员函数名，然后是参数说明，然后是函数体。那么实际上跟我们普通的函数定义多了个什么？哎，多了个类名加上域运算符啊。那么类的成员函数对类的数据成员进行操作。那么成员函数的定义体可以在类的定义体中啊，如下例所示。也就是说什么？哎，我们可以 class location 啊，然后 public 这个函数啊，有一个函数叫 void int。 那么在类里面写的时候，我们那个类和两个冒号啊，类名两个冒号这个前缀啊可以不要了，省略掉啊。当然你写上也没有错啊，但是一般情况就你直接写在里面就把它省略掉啊，不用写了。那么还有后面啊，那么这个因为是排版排不下，我把它排成两列了啊，大家应该想到这个地方是接到这个地方的啊。那么也就是说这是接过来的啊，都是 location 这个类啊。那么它私有的数据是什么 ？x 和 y， 然后 public 是什么 ？public 它有两个函数，一个是 get 什么 x， 一个是 get y 啊。然后它还有一个成员函数是 int。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把那个类名域运算符怎么样省略掉了。然后类的成员函数也可以另外定义啊，而在类的定义时给出什么函数头啊。那么上述成员函数我们可以说明如下啊，比方说你把这个 int 啊说明成这样 get x get y 啊，写在，当然这个是写在什么，我们一般是写在类定义之外的啊。那么在类定义里面我们只放什么，哎，只放个函数声明，也就是说什么，到这个地方我加个分号就行了，后面这个我放的什么，放到外面啊，这样来写，这个是可以的啊。那么一个类的说明啊，可分为定义性说明和引用性说明两种啊。那么引用性说明仅什么说明类型啊，例如 class location 啊。引用性说明不能用于说明类的变量啊，但可以说明什么指针，比如说 my class 里面啊。我们说你这种定义就不行了啊，这种定义就不行了，因为什么，在 class 的定义里面你说你直接引用了这个 class 作为自己的一个成员啊，这个是不允许的。但是你说啊，我在一个类的定义里面，我要定义一个这个类本身自己指向自己的一个指针类型，可不可以啊？哎，这个是允许的啊。那么这个是不允许的，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定义一个变量的话，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这个东西的空间多大，那么内存空间多大，对不对？那么编译器在计算的时候，它发现哦，你这个类里面又包含了这个类，那我就去计算什么，这个类的空间多大。然后他计算的时候他又发现什么，哎，这个类里面又包含自己，那我又要需要知道自己到底多大个，最后就成了什么，哎，一个死循环的问题，是不是啊？因为什么，你永远无法确切知道这个类的大小到底是多少，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呢，这个你不能啊这样嵌套的去定义这个对象啊。但是你可以说明指针，为啥可以说明指针呢？为啥指针就不需要考虑它的这个大小的问题呢？因为我们说啊，你不管什么类型的指针，我们说这个指针只跟什么，哎，平台有关系。你是32位平台，我们说这个地址值就是多少，就是32位大小的，哎，不会错，对不对？你是16位的系统，它就是16位的，你是64位的系统，
那么这个指针的大小就是什么64位，因为什么，它这是表示一个地址值的。哎，我们所说的这个平台16位32位64位啊，实际上核心的说的是什么，哎，说的是它的寻址空间啊，寻址的这个范围啊，或者说它地址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格式啊，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其实这一块的知识啊，大家下来以后看什么计算机体系结构，加深理解啊，为什么我们定义指针是可以的。哎，因为这个地方编译器它肯定知道说，哦，你这个指针我现在是在什么平台上面啊，我肯定知道我这个平台是32位的还是16位的还是64位的。你是64位我就是什么，哎，64位大小就是什么8个字节大小。如果你是32位我就是什么4个字节大小。反正这个大小是什么，编译那一刻我是固定，我是知道的。所以说你用这个类型的指针啊，我是明白的。是不是啊，但是你用这个类型的话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因为我到这个类型的时候我需要知道这个变量多大个。那么知道这个变量多大个，我就要知道这个类型多大个，那我就绕回来了。是不是啊，绕到这个类型本身去了。那么这个类型里面又包含自己啊，这样就变成什么，编译器也没法明白的问题，是不是啊？就变成鸡生蛋，蛋生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啊？你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不是啊？哎，所以说这就成了一个矛盾题，是不是啊？那么我们说在类定义体外定义成员函数的时候，需要在函数名前加上类域标记啊，也就是说类名和域运算符前缀，因为类的成员变量和成员函数属于所在的类域。那么在域内使用的时候啊，我们就把类里面的这一块取域叫做域啊，那么就可以直接使用什么成员名字。而在域外使用的时候，需在成员名外加上什么类对象的名称啊，类对象的名称就是什么类的变量的名称，也就是什么结构体里面的变量我们是定义成那个名字了，但是你在结构体之外访问这个变量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哎，结构体变量点，哎，那个数据成员那个名字，是不是啊？接下来就是类和结构。我们说结构是类的一个特例啊，在结构中也可以定义什么成员函数，哎，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心了啊，因为结构怎么定义大家已经明白了。那么现在你把函数再定义进去，它就怎么样，哎，跟类有点相似了。那么定义结构时只要把关键字 class 改为 struct 就行了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应该我们改成 struct 啊，这就可以了。那么结构和类的唯一区别啊，注意在 C 加加里面啊，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在未指定访问权限的时候，也就是说 public protect private 这三个你都没带啊，冒号啊，他们后面带冒号，这三个啊，什么 public 冒号 private 冒号 protect 冒号你都没带的时候，那么默认的时候，注意啊，这个是很多垃圾面试题里面会考的啊，也是很多练习考试里面会考的，就是什么结构中的成员啊，默认认为是什么公有的，而类中的成员默认是什么私有的。那所有其他方面啊，就是说除了这一点不同以外，其他方面类和结构体是等价的。也就是说什么，你可以用结构体来定义一个类，你可以用类来定义一个什么结构体，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说尽管类和结构体是等价的，但一般在描述数据时使用结构，在描述数据及对数据的操作的时候使用类，这个是什么，哎，这个是你编写代码的习惯。如果你定义了一个类里面只有数据，这个时候你考虑怎么样把它换成结构体。如果你定义了一个结构体里面还有什么，哎，还有函数，除了数据以外还有函数的时候，你就考虑把它定义成什么，定义成一个 class， 以符合什么，哎，以符合一般的这样的代码编写的习惯啊，这样的话大家形成这样一种习惯以后，读这个代码的时候会怎么样，哎，理解和阅读会比较快速啊，不然的话你一会儿结构，一会儿用 struct， 一会儿用 class 啊，混着用当然这个我们说没有任何问题， C 加加允不允许，允许，但是结果是什么，哎，结果是你的代码可读性怎么样大大下降啊，一看到 struct 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开发人员可能理解是什么纯数据的一个结构啊，有一些开发人员会理解为什么，哎，它是一个类。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理解上的麻烦啊，所以说就养成我们说的这种习惯啊，如果全部是数据你就用结构去，如果有数据又有什么操作的方法你就用什么类。